就是把我们南部的秀场跟大家现场呈现一下。好，来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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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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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咱在座各位贵宾好客，无少着宝贵时间半个光临，带着贵重的礼品甲礼金来参加咱这对在主家人甜蜜小夫妻贵人的好日子。人讲两方相随，但是贵妻夜夜相对，人讲会使百年大富，就在大富贵。加上咱今日上届比雷新娘子哦，咱的桃子姐更会使媲美是咱台湾的林志玲啊！那家是那家最美的女人哦。讲到咱家新娘子，外表生水是他人知，内在品德也袂歹，尤其是吼，咱边左右护法是两位安排，有点那阿 Ken 引导。哎呦，咱的纳豆这人真正有够实在，所以伊啊绝对会是一个好红仔。这回弄会先有一个真好的将来甲未来，麻烦咱在座各位现场录影，我们大学生的帅哥美女，大家拢会先过家笑嗨嗨。啊，讲到现场，荣耀的在座各位制作团队，还有我们的制作人吼，下载平台拢会先对咧来，大家拢会先开心发。大财！哎，保证这波遇到那兄妹家己担任着宝宝主持的工课吼，那讲话老较新颖，看他们所在车多多还含教观众。人讲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印，每车算心灵，每拍条对流行。今日这个时阵，咱在座各位电视机的朋友吼，咱来看点咱接触大学生的美。现在是用安排吼，上届两位，咱目前哦秀场最辣的两位。哦，这两位，要不把安排一段？是的，大概他讲的内容都是一些吉祥话，吉祥话，我都押韵啊，这个都是对啊，都背好的吗？没有，其实我不会很刻意去背耶，因为大家如果你听你讲上面，然后人家知道下去，我觉得会越讲越有，所以我自己有时候有空会去写。这个他自己编就对了。对，其实台语比较好押韵，上次那都就很好讲，我看起来用嘎嘎一咬一点就后面啊，就类似这种话这样子，压就是以压以欧这样去压就好了。哦，好厉害，你应该读语言学的。有啊。那小新刚有没有这个啊？有没有学到？得到，对对对。请我了一集李岩沙，睡起笑脸狗，富贵大咖龟，对对，我觉得好厉害。是要追女生的，是不是？还是是就是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女方在挑男生，就是要有钱，然后有缘，然后帅气、富贵，然后敢贵，就是敢跟你求婚，敢为你做任何体贴的事情。好，因为你也是那个年代的人哦。老贱了，没有，我都听老一辈的说的啦。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真的要问一下大家，你们身边有没有像这样的例子？就是很跳痛，这就叫跳痛了，对不对？哎，小胖，没有，我有个学弟，就是他就是这边有一个刺青，然后刺一个虎，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平凡，就是一个台客，就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做。可是有一天我看他拿一个香水的行路，我就吓到，因为他们的家族企业就是在做香水的瓶子，然后他跟我说，他就在说啊，这次台湾要进什么样的香水瓶，然后他们家要做这样子。就很夸张，我整个人跳，他就是平常上课自己也会在那个啊来卖看卖看跳看巡看那种，在夜市打工在卖牛仔裤，可他家族企业在做全部的香水瓶。哦，很特别，大企业了。但不过因为思怡这个本身家族工作比较特别一点，那有没有曾经以前这样被同学就是说觉得很奇怪被排挤过的？会，因为以前刚好那时候教官对我还不错，然后让我担任就是司仪的工作，就是升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那个，所以一般同学想说你凭什么可以去当那个，为什么你凭什么可以，就叫司仪啊，对，那不一样啊，人家想说你凭什么可以，因为那个工那个其实大家我觉得那个工作可能还蛮幸运的，可是有另外一个反派的教官比较不认同我的，因为那时候也有在上节目，那时候刚好就是东差有播出，然后那时候他就很不客气跑来问我说，你觉得这样适合吗？你觉得这样适合吗？就是那时候有上节目，他觉得可能他的刚刚表演的那些衣服，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其实只是他上了谈话性的节目而已，他就是说你觉得这样可能会有辱我们学校的门风吧。哎，可是我觉得其实硕士也应该是，我觉得接触学问也到了一定的一个水准了啦。那其实你说硕士如果再补一些教育学分，将来也是可以开课的嘛。对啊。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学士，请你站在这样的位置来
为我们下一个评断，你觉得适合吗？你觉得学生可不可以上电视表现这些事情？我觉得可以耶，因为很多地方怎么讲，有很多不一样人才需要我们去发挥。可是有些人都只是在角落，你如果没有去上电视，怎么大家知道他的才艺呢？对不对？司仪，就是因为你之前是等于说有做钢管或者主持的工作，有没有碰到一些又带着有色眼光的人来专门想要吃豆腐？其实会对我吃豆腐都是女生比较多哎，啊，女生其实欧巴桑都很热情啊，他就过来抱你揉你这样一直摸，可是是女生欧巴桑过来揉摸你，或是妈妈或是小朋友，他会过来摸你，他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可能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 OK。那今天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就是你在台上如果主持表演的时候，然后被吃豆腐，你怎么制止他？哦，小心 Benny 还有小胖这三个。啊 ，music。大力流来，麦克你心来，玩他莫浪在，心机在。哎，帅哥，不好意思，我们试试一下好不好？那个现场那个有版权的好不好？对。